世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布袋和尚啊，就是唐朝末啊五代的这个后梁时代啊，有一位布袋和尚啊，这是弥勒菩萨化身啊。布袋和尚他的修人的这个有几句话呀，说得非常的亲切。他说有人骂老拙，老拙自说好，你骂我吗？没关系，很好，谢谢你。有人骂老拙，老拙就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着。有人要打他，他就躺下来让他打，让他自由自在的，让你去打吧，剃落在面上，随他自干了；有人弹涂在他的脸上，他不擦，让他自己干掉就算了，不去擦他。说得了吗？中国古代的刘夏慧他是做到了啊，唾面自干，刘夏慧就做到了。那么这是布袋和尚，他就是这样，如果有人吐痰吐在他的脸上，他也不去擦，让他自己干掉啊。那么所以说随他自干了，我也省气力，他也少烦恼。我也省掉很多气力啊，我不必说站在让他打，他打起来辛苦，我躺下来让他慢慢打吧，那么不会那么辛苦，那么我也省掉很多气力，不必跟他对打，而他打的人嘛，很快就把这个要打的功夫把他打完了，就没有事了，寒山大使，唐朝的寒山石的，寒山石的，他两个人对话，石的问他说：“世人欺我、害我、打我、骂我、骗我，如何处置？”啊，石的问寒山说：“世间人啊，他在欺负我，他在害我，他打我，他骂我，甚至欺骗我，那我该怎么样处置啊？”寒山说：“只管任他，随他。”远他，莫要理他，用这种方法对付，啊，不是像普通一般人呐、啊，吃不消了就要跟人打起来，啊，我还不会矛盾，也别用了啊。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佛遗教经》里面对比丘的教训说得非常清楚了，叫比丘们要学忍辱。所以经文里面说，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佛遗教经里面说的，他说你们出家人如果不能够生欢喜心来忍受人家的恶毒之骂，人家用种种的坏话骂你，甚至祖孙三代都搬下来，九代都搬下来骂，那你就受不了的话，那不叫做修行的人，不但是要忍受他的骂，还要像如饮甘露。甘露是天上的不死之药，人家骂的时候，我也想我好像是在喝甘露，喝甘露水一样很舒服啊。别人骂得很舒服，如果你有这种心，那才叫做入道有智慧的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佛就说那就不叫做入道有智慧的人。可见做比丘啊、很不容易的，必定要学习这些啊。为什么说这些话呀？从前托钵虽然是方便了，有人供养，可是也会碰到会骂的
啊，会伤害人的，这种情况是也是会碰到的。人家不但不供养，他还骂你一顿，甚至拿东西拿武器来伤害你，都有可能，都会有碰到的机会。中国佛教比较不普遍的托钵吗？但是去化缘，啊，到人家的店去啊，住宅去化缘，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二十几岁在狮驼山的时候，我正在修大殿呢，经常到竹南头份一带买那些材料。我有一天在竹南卖水泥的店里呀，在买水泥啊，因为水泥店里的老板跟我很要好，很熟啊。因为我们山上修大殿用的分量很多啊，那么我在那买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请我在他那边呢吃喝茶呀坐啊。我正在坐在里面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有人来化缘，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尼来化缘呢、要求那个水泥的老板是吧？怎么讲啊？我记不得了。卡花心来了，我家我想不起他，光人家不起他，不化缘。那个卷子就打开来要他签啊。他那个主人呢，他就对这一方面他很不客气，就是把那个卷子一丢开，他说你们去他，我们去找他，一毛都不拔，你们去他，我们去找他。我没机会他过里，他弄得他很难堪啊。我坐在里面坐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是出家人来化缘碰到这种情况啊。那结果人家不给他嘛，他只好走了，啊！可是他走了之后，他还骂，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老板呢，就是说他这个不是一次两次，经常来，看到就害怕。他说不是我们不肯布施啊，因为他到我家来这个要钱呐、啊，差不多是好像这去灶卡求香啊，经常来。这使得他人家讨厌。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年轻出家人，他家里很富有，可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回到他家里去，他不问他家里的人的供养，他都到外边去托钵。那么有一次他的家人碰到啊，他说你为什么不回来托钵呢？我们都会供养你呀、啊。他说我经常回来的话，你们看到都会害怕，所以多求人不爱，戒律里面他有说他的句颂啊，有第一句就是多求人不爱。假如你经常啊来要求太多的话，人家看到就讨厌。所以呀、啊，要碰到这些骂力等等啊，都要忍受，不但是要忍受啊，而且要通于称赞。认为他在称赞我说好话啊，不要往这个打骂方面想，这个很不容易做到的啊，说说而已啦，真正做到的恐怕就万中无一。而且要做到彼此身心二句减舌，不但是身要布施，前面说要烧身烧北啊，那是身的布施的学习之见开始啊，一定要行菩萨道要做到身也舍心也舍。那你会想身舍了心舍了用什么去学到啊？这个舍不是丢掉或者是消灭掉，而是要有那个舍的心，有舍的心碰到任何困难啊，都会有办法去应付。这身心二居见舍，前面说烧身鼻子啊，那么这个从此之后就是对世间不必再来了，就可以除去一些过去往昔的所有的债务。为什么这样子啊？古人的解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有身才有债好要啊，我欠人的债，这个身体存在你可以问我要，无身我身都没有啊，你问谁要啊，身都不可得。所以这个无我呢，身都不可得，你要问谁要债啊。所以如果身心俱舍的话，身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他问谁要债。所以同时要做到
身肉骨血与众生共，认为我这个身体是众生的，不是我自己的，我的身体、我的肉、我的骨头、血，通通都是布施给众生，跟众生共，共是共同有的了，不是我的。我们凡夫都是我相很重吗？现在这个不是我的，哎，都是众生的，那就没有问题了，就能够舍得下，不降如来不了一说，回为集结，以物出学，就前面讲过的啊，例如说戒律里面说可以吃肉，那是不了一说，不是就近的说法，把这个回为自己的解释，认为佛是这样说的，那么后来说不准吃肉，那就生起不高兴的心，那你原来是准许吃，为什么不准许啊？这个准许吃的是不得已的，不了义，不就近的，到了涅槃位上不准吃才是就近，你把不了义说回为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来误导初学的人呢，让他学佛走错路，应当在佛法里面要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有法是依啊。了义经就是大乘无上菩提的佛菩萨的修法，那才是就近的，所以不要用那个声闻缘觉的不就近的法呀来误导初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呢，佛印世人在真三昧，印证，佛就印证认为这个人，佛就给他授记说，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圆通。三脉就是正圆通，你这样子好好的去修学，按照佛所说的如法去修学，那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圆通啊。圆通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假如没有做到这些的圆通，谈何容易啊。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七世偷啊，详细讲到这边，最后啊总结说，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孙说，波孙就是魔王，按照前面的经文，这是一把尺，你可以去衡量一切凡是有人说的话，以这个经文所说的是不是能够配合，我是佛自身，按照佛所说的话这样子做，这就是佛说的，没有错，正知正见，合乎佛的这个根本意义。不如此说，不是这样说，那就是波孙所说。波孙是这个魔王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就是杀者，是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的这个魔王。假如颠倒前面所说的话，以邪为正，以假为真，不是依佛的这个原教来说的，那就是魔王所说的话，就是不是佛说。所以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啊，可以确定佛说的话应当是怎么样要分得清楚。假如按照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去弘扬，与这个清净明慧不能相应，那就是魔说，能相应才是佛说。所以我们修学佛法，时时要以圣言量做标准，以佛经做标准，佛经里面说的佛说的那才是标准的话，不能听信一般人说。世上往往有人说我该怎么样，如果怎么样有些说的也经里面没有的话，那就不能做标准。所以我在前面在沙界里面说过的有人写文章公开提倡说出家人可以吃肉，佛在世他也吃，这是谤佛，佛有没有吃他好像看到似的，哪有这个事情呢？那么因此就生起谤佛之心，胡说八道，那么这样子罪过很大，那就是以佛的了义之说呀，不能配合，不能配合就不是佛法，那就是魔王所说。所以我们平常听人讲话，某某法师怎么讲，
某某法师怎么讲，那你就拿经文对对看，啊，佛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如果经文里面是这样讲，那才是佛说，那他说的才合乎圣言量。假如不合这个道理，不是这样说，佛法里面没有这个文字，啊，那就不是佛法，应当要对这个道理呀，要搞清楚啊。所以这是第三，借欺是偷，欺骗世间人啊，是属于偷盗行为，这个道理，这个文字第三呢，就是说完。第四，借大妄语，妄是希望不实，不说实在的话就是妄语，而妄语有大小，平常是见言不见，不见言见，闻言不闻，不闻言闻，知道说不知道，不知道说知道，这个叫做小妄语，因为这个小妄语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在比丘戒里呀，这种小妄语是属于第三篇，波喻提罪，大妄语是第一篇，是根本啊，根本重戒，就是四根本之四，啊，什么叫做大妄语呢？未得，认为已经得到了，还没有证到，说我已经证到了，没有证圣果，自称证圣果，这就叫做大妄语。那个大指圣果的阶位，经文里面有解释啊。我呢，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道淫，三行已圆。若大妄语啊，第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是如来种。先说这一段啊，四种清净明慧，这个第四，佛叫一声阿难，他是当机，所以对阿难说：“阿难，如是指上文。”前面三种三道淫三种已经说过了，那么在世间里所有的六道众生，依法修学，现在主要是对人道众生说，虽然能够做到身心没有三道淫，身不会去做三道淫，心不起三道淫之念，心要不起三道淫之念，不容易哦。身不做，用心力去控制自己，是还有可能，身可以不做。要心不做，那就比较难了。究竟到什么程度，叫做心的啊？这个。三道淫的事呢，就是起心动念属于这一类的，都叫做心的三道淫。举个例子说，淫贱，印度啊，狮子尊者啊，就是第二十四祖了，他有两个弟子，一位是达摩达，是先跟他学的，博通三藏，教理很通，那么平常是他的师父狮子尊者也赞叹他，还有他的弟子另外一位摩纳斯多，那么平常是也看不出，不过他很认真，表现很好，而心有开悟，那么后来狮子尊者就把这个法呀传给摩罗斯多，就是为二十五祖，那个达摩达不高兴，师父平常时都在赞叹我，结果传法不传给我，传给师弟，这是怎么可以这样做啊？应当是我是老大嘛，应当传给我嘛。可是尊尼斯的威严不敢说出来，
内心经常有这个念头，不敢说出来就是了。那不说出来，他心里动念，师父是开悟，而且是有他心通的人，他知道他这个弟子达摩达经常有这个念头。有一天，达摩达出外，啊，有过这个过河，那河里啊是浅浅的，大概是不到腰间了，啊，普通一般男人都是可以从水呀、啊、一步一步的踩过去，也不过桥，也不坐船，就这样子过水，啊，因为对岸旁边啊，岸边有人在洗衣服，很多女众在洗衣服，有一个洗衣服的女众啊，露出大腿露出来，很白，哎，达摩达还看到这个女人的大腿这么白呀、啊，心里就动了念头，哟，这个女人的大腿为什么这么白呀、啊？这个念头一动，他的师父狮子尊者就从旁边就冒出来了，水底就冒出来，喂，达摩达，刚才你这个念头够当祖师吗？够了吧？为什么法不传给你？这就很好的解释，达摩达，你刚才那个念头够当祖师吗？大腿那么白，就不能当祖师了。现在的大腿大肉很普遍了，甚至还落点呢。现在不必想当祖师了。哎，达摩达只看了这么一点点，他只是心里动过念头，他也没有动淫念吧，只是想，哎呦，这个女人的大腿这么白啊，他也瞎你背背下下。哎，这个念头一动，旁边他的师父就冒出来，狮子尊者就冒出来，喂，你这个念头可以当祖师吗？法该传见你吗？那传见你更是糟糕了，传见大腿啊。所以达摩达非常的惭愧啊，以后再也不敢动这个念头啊。他心里想，哟，菩萨道心里持戒要持到这个样子啊，连这个念头都不能起呀、啊、小心哦，小心，你如果想当祖师就得特别小心啊。所以可见，哎，这个身心无杀道人的这个心无，心的无要到这个程度，念头都不能动了啊。杀生，假如你平常啊吃猪肉，吃牛肉，看到猪看到牛，哦，这个肉好吃啊，这个念头一动就是心犯杀，身虽然没有去杀，可心已经动了，犯杀。嗯，看到这个东西很好，哎，这个东西如果给我多好啊，盗窃，那这心就糟了。所以要身跟心都没有杀到赢，这三行都圆满，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念头，杀到赢的念头完全没有，这可以自己反观自心呐、啊，有没有这个念头？啊、哦，有了一点点念头，那个心有念。三行就没有缘，嗯，要把这个杀道缘三种行为完全都不去念头，嗯，那算是三行已缘了，这三行已经做到圆满的境界，可是实在太不容易了。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完全做到？就是偷盗戒，偷心不持。偷心不持就是心偷盗还没有断啊，三行就没有缘啊。那么纵然三行都缘了，若大妄语呀、啊、即三摩地不得清净啊。纵然三老人完全身心都能啊不动念，可是假如你还有大妄语，没有正道说我正道，没有得道说我的道，纵然你想要证到三脉，三摩地就是三脉，也就是圆通，就是对于这个你所要求证的三摩地、三脉、圆通，不能够清净啊，不能够成就，不能够清净就不能够完全成就。
不成就还不要紧呢，会变成爱见魔，爱见魔。少少有一点这个念头，犯大妄语。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9月13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8-9319039898-8686039898-6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诚征义工，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地点南投县草屯镇振兴街70号。